尸毒，竟是些歪门邪术。黑心老鬼用这剧毒守着什么宝贝？喂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铃铛，用这么厉害的古尸毒，竟然就只守着一对铃铛，声音还挺好听的。也不知道黑心老鬼为什么要这么藏着，难道这是合欢铃？这是精灵夫人的合欢铃，不就是一对普通的铃铛吗？普通的铃铛，精灵夫人是圣教中合欢派一脉的开派祖师，聪慧绝顶，道法高深。他修炼的合欢铃威力绝伦，可摄人心魄。邪魔歪道，你懂什么？百年前你们正道不知有多少人败在精灵夫人手下。不过合欢派的至宝为什么会在炼血堂？精灵痴情是血物，精灵是血。困在这里还能笑得出来？想不到这精灵夫人和黑心老鬼在800年前竟然是一对。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吗？你要知道，炼血堂和合欢派在当时可是死敌。哼，什么悔不及难相处，无情人，我看分明是这黑心老鬼最后负了心。他这么郑重地保护精灵夫人的铃铛，肯定不是无情无义。这能说明什么？精灵夫人还不是为他吃苦一生？无情，他也不会写出那样苦的诗。哦，想不到你还会为圣教的人说话。怎么了？幽冥鬼火，快退后！周小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是天书，这是天书。天书，天书是什么？天书可是圣教的经典，我们所有的神通大法都是从这天书上领悟得来的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东西地中，乃天地之心见也。这不是大梵般若里面的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周小凡，天地任自然，无为无造也。这是太极拳经道，怎么会这样？魔教的天书里怎么会有佛道的功法？你没事吧？这真是你们魔教的天书吗？当然是我们圣教的。